今天我们来参加一场特别的婚礼，仪式马上开始，但是下雨了。新郎新娘很贴心的为我们准备了雨伞。新郎就是经常在我们视频里面客串的鹏鹏。准备入席就坐了，准备入席就坐了，同志们。是有的。仪式马上要开始了，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参加雨中婚礼吧。今天我碰到我的偶像了，赛文先生，还有江蓉女士。能过来参加婚礼的都是真爱呀，摄像师也不容易啊，还要拿着伞，要不然相机会被淋坏。冷不冷啊？有一点。十七岁的雨季，冷的话就把手放到口袋里面。新郎的父母过来了，坐在第一排，主宾席。婚礼仪式现在开始。仪式开始了，仪式开始了。首先接过妈妈手中这一束象征着传承的手捧花，给妈妈拥抱。哇，别哭啊，别哭啊！新婚夫妇就要共同入场，掌声欢迎他们。哇！像这样子的婚礼现场，确实是应该记录下来啊！要讲心里话了，看会不会有人哭，会不会有人哭，会不会有人哭？我愿意把我的下半辈子都交给你。好嘞。相处这么久，我觉得特别不容易。希望我们以后两个人也都一切挺好的。挺好的就可以了。祝福你们新婚快乐，好好过日子，加油。哎呀，这种场合太煽情了，我要是再看几秒钟我就要哭了。三月白头，哎呀呀呀呀，哎，好久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萌萌以前在我们视频里面出现过，我儿子看你的视频，他说这是爸爸的朋友。哎，太荣幸了，太荣幸了。今天的伴娘很有个性的，该说是兄弟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峰哥帅呆了，帅呆了。穿的是吊带。对呀，他们穿的都是吊带。我代表伴娘团祝二位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，幸福一辈子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真的好，真的要感谢今天现场所有的一切，我们一起吧，面向大家鞠躬。我宣布婚礼仪式圆满礼成，谢谢各位。从南极的滨江海基地，我有一步到舞台上面去了。到舞台上去和大合影。让我们响起全场最后一次热情的掌声，伴随他们幸福前行。帅呆了，让我们祝他们新婚快乐。收收收收收收，可以了，宝宝，吃饭去。809食堂，我们找了一个好位置，算是主宾席。不要说我们不懂事啊，这是新郎给我们安排的。对，这是新郎安排的，主要是人太多了，坐不下。来来来，都是白的。哎呀，不谢不谢不谢。雪碧也是白的。对啊，雪碧也是白的呀。Moments later， 啊，给你，刚刚有个小粉丝送了一束花过来，我都没准备好。回家去喽！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帮我们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收藏、再见，拜拜，收。